这样子的一支影片带给我们林香非常大的一个便捷。一个影片它短短的三分钟带给我们做到了最丰富的给客户一个快速的简报，从公司的认识以及产品最细腻度的重点都带到位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支影片带给我们最近非常大的一个便捷性，就是有任何的新客人来，我们就把这一支影片当成是一个简报，直接快速的供应，所以很方便的一个影片带给我们林香公司整个未来都非常的轻松，一路就是向前走。谢谢。整个影片带到了很多公司的产品重点，从产品跟别人的产品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化之外，那也带到了让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家的产品呢，直接可以从这个里面去辨别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差异型的东西。所以一个影片呢，带给我们最快速的地方是不用多讲，看影片就可以得到最快的判断力。谢谢。